今晚在万强打字，感谢日本对台湾新冠疫苗的支援。日本在这个时候捐赠台湾124万剂的 AZ 疫苗。台北为了感谢全民的感动以及感谢呢，是点灯，包含了合作对抗疫情，台日友谊长存。感谢日本透过国际合作共同抗疫。新闻最后带您一起来看看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李奕璇，晚安，再会。